各位长官、各位同仁，大家好。那我们农粮署这边首先来报告第一个议题。那我们简报当然可以分为前沿，还有我们整个学校午餐市占 EQ 跨部会的执行策略，以及我们建立市占 EQ 食材供应链。再来是我会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学期办理的情形。那最后一个部分则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午餐市占 EQ 的检验把关是怎么样子做的。那首先是我们前沿的部分。那其实我们学校午餐推动市占 EQ 食材，这个是105年8月11号行政院第3510次会议的时候来做决定。那那个时候就决定说，我们农委会要配合食安五环的政策，来从源头去做辅导农民安全用药，以及加强宣导各种验证的食材之内涵，来鼓励我们学校午餐来去采用国产的在地可溯源的食材。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学校午餐整个采用市占 EQ 食材部分跨部会的执行策略其实有很多种。那第一个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就是协同教育部来去修正他们的学校外订合同餐的采购契约。那第二个部分则是由教育部农委会来去合作来去做我们的学校午餐采用国产可追溯生鲜食材奖励金方案，来去弥补我们这一个价差的部分。再来第三个部分则是来做分阶段的去做我们的示范执行作业。再来第四点则可以看到说，我们在教育部这边他们有做106年的奖励地方政府落实推动食安五环的政策实行计划。再来第五点则是教育部他们则是去请我们各县市政府来去依据食安五环学校午餐采用国产可追溯生鲜食材政策中央及地方的行政作业指引，来去指引我们各县市政府来去实行我们这个计划，来去达到我们食安的策略。再来第六点则是农委会去推动我们就地取得，还有建立供应平台，还有拍卖市场溯源，来去达到我们稳定这个溯源蔬果的稳定的那个策略。在第七点则是农委会来做这个食材检验的部分。那包含我们今年在扩大我们抽检，有依法抽验扩大到抽验14000件一年，还有自主抽验则是10000件一年。在第八点则是行政院食安办他有做跨部会的106年学校午餐联合稽查专案。最后一点则是推动我们106年度食农教育的推广计划，来借由我们食农教育来做整个就是整体的去推动我们学校午餐安全的策略。那第一点可以看到说，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有行政院的施政列管会议来决定说，我们请教育部来督促学校午餐食材采用在地的食材。那我们农委会则是要做具体的采购细节规范，以及和教育部来做联合，来去推行我们的策略。那之后就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会议来去达成我们的目标。那这一张简报，我想大家之前都有看到过，就是我们农委会到底一开始就是想说，我们现在的市占 EQ 的蔬菜、水产品、猪、鸡肉到底是不是够的？那所以我们就先去推估说，我们全国的国中小公餐学生人数总共有171万人。那根据我们这里去估算说，它一年的需求量大概是需要蔬菜是7万公吨，那水产品的话，依照它一个礼拜大概吃1次到2次，那大概需要3000到6200公吨。再来猪、鸡肉则是14000公吨。那依照我们现在市占 EQ 的蔬菜、水果、猪肉、鸡肉，还有鸡蛋、水产品，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的产量是足够供应校园食材所需。那再来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去稳定我们的市占 EQ 生鲜蔬果的供应措施。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总共有3个不同的策略。第一个策略就是就地取得。那就地取得的话，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团商业者或是食材供应商来去溯源，来去推行他们的上游供应商来取得我们 QR code， 然后就地就是让他们取得我们的标章或是标示。再来就是我们供应平台的部分，我们去辅导我们的农民团体来组成供应平台。那比如说像我们最后还有蔬果溯源专区，来去让他们到这个地方去拍卖。那所以我们的团商业者或食材供应商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买到我们的可溯源的蔬果。那大家可以看到说，这我们的
辅导的成果。那可以看到左上角在生产面，我们现在已经取得四张 EQ 生鲜蔬果的，总共有这么多个。那在我们供应面方面呢，我们现在105学年度第二个学期，那六个示范县市，它总共团上级食材供应商有192家，那我们已经辅导他们总共179家取得我们的溯源的标示，那对应他们上游农民大概有1398户。那另外在市场面方面，我们则是已经设立了蔬果溯源专区有13处，在偏乡或离岛地区，我们则是希望借由加强辅导偏乡或离岛地区的生产者或团商业者及食材供应商来取得他们 QR code， 来去让他们达成我们的目标。那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它汇整出来的成果就长这个样子。那在我们全台湾设立的蔬果溯源专区有这么多个，那市场蔬果溯源专区它就长这个样子。那在鱼跟畜产品方面，则是鱼产品的话，则是配合全国渔会等供货平台来去稳定它的供应链。再来猪只的话，基本上目前猪只大部分都是国产的，所以它基本上是够的。那鸡蛋的部分也是一样。再来第四点，我们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105学年度第二学期在六个县市示范的成果。那首先我们在六个示范县市先遇到问题是他们价差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就跟教育部就是合作来去想办法弥补他们采用四张 EQ 食材的价差。那所以经过之前开会决定，就是说就是各县市同意采用学生每人每日 3.5 元的方案来去弥补他们的价差，那由农委会来去提供奖励金的方案，教育部则是按学生人数每人每餐进行 3.5 元的补助，那由各县市政府来去执行，那由各县市政府来去提送他们的奖励金执行的计划来去进行进一步的执行。那他们最后目前的进度如下，那这边可以看到说我们105学年度第二个学期总共有六个县市进行示范，那总共有新竹县市、台中市、台南市、宜兰县和台东县。那他们因为其实这之前大家都是一直在开会，那开完会以后一直到比较后面的时候我们才让他们提送计划，那目前的推展进度如右边这一边所示。那最快的就是我们台南市，他们已经在6月3号的时候获得国教署同意他们的实行计划。那其他像新竹县市、还有台中市跟宜兰县，则是他们依照国教署的意见，还有农委会的意见来去修正他们的计划。最后台东县的部分，则是我们农委会在提供进一步的意见当中。再来我们可以看到106年3月他们示范六县市学校午餐食材采用四张 EQ 的统计表。那这边可以看到基本上一般来说现在 CS 还是使用最多的，那我们在宜兰新竹县市还有台东县，他们现在采用四张 EQ 食材比例都已经有超过 10% 以上。再来我们105学年度第二学期的成果检视，那我们就进一步来去检视说他们今年度一直执行到六月，那整个六月份他们各个县市他们目前各个学校可以领取奖励金的成果到底是如何的。那这边在新竹县市的部分可以看到说它大概有 10-28%， 台中市则是有 45%， 台南市则是有 48%， 那宜兰县的话是比较高的，他们的就是民营的学校厨房部分已经有高达 92% 是有达成我们四张 EQ 的使用，在台东县的部分则是只有到 20%。 那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则是要报告学校午餐四张 EQ 的检验把关的政策。那我们前面有说到我们去协同教育部来去修正他们的采购契约，那我们去协助他们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采用四张的食材，厂商就可以免自主送验，那如果采用台湾农产品生产追溯标示的食材的话，厂商则是每月一将生鲜食材送验，那并且要依照我们农委会所提的方法来去提送他们的检验。那如果说你使用四张 EQ 的食材，如果被抽检到不合格的话，我们则是协同教育部这边来去提，就是请他们如果可以提供生产者名单的话，则不计点。那如果他没有办法提供生产者名单，则是情节轻重来记1-3点。
那不过如果厂商有混充或是假冒上述食材的话，则重罚为10点。那我们在整个检验在抽检的部分呢，则是可以分成生鲜蔬菜、生鲜蔬果自主送验，还有依法抽验，还有畜产品的部分。那首先生鲜蔬果自主送验，则是辅导午餐食材的供应者来针对供货生产者。那在供应学校午餐之前，那他们就把他们生鲜蔬果来去采样去送验。那如果说合格的话，才可以采收来去做供应。那我们在106年规划的话，是由市占 EQ 批发市场，我们的溯源专区的话，我们是抽验1500件。那如果是团商业者或食材供应商这一些厂商的话，我们是规划有8500件让他们送验。那生鲜蔬果依法送验部分，则是我们由政府去执行抽验。那检验结果如果不合格，那可以追溯到生产者的话，则由农政单位依照相关的法规惩处。那如果无法追溯到生产者案件，则请卫生单位做查处。那我们这一边在规划的话，在田间及集货场办理上市前抽验是规划11000件，再来配合地方政府教育单位办理联合稽查方面，则是3000件。在畜产品的部分，则针对学校午餐生鲜畜产食材，那包含有猪肉、鸡肉还有鸡蛋，那一年是抽验800件。那以上报告。